那刚刚向导的野兽在渔夫村，渔夫村啊，一个小市集，牙买加风格的一间小店，内底唔知有啥物好耍的物件，做位你来看内底成怎啊？啊，就像安尼啦。我来讲一下，即条街要叫渔夫村，因为因就是拢来这店拢起伫个水顶馆。我即摆咧行这个路，下口就是海，规个架高的地。我去那边看一下海。哦，看到海啊，我对这靠近厝。是啥物街？这个所在真屌。我发现钓具店啊，你好看，刚刚在地钓具店哦，做鸡鱼呢哈，我看较厉害的物件吧。哦，茶叶啊，那也当钓东西哦。磅秤，有啥较鱼卡的物件无？泰国竟然无卖泰国的手工鱼，无啥物件。不厉害。这个高，哈哈哈哈哥，哈哈哥。到饭店啦，蛮气派的，今天住的还不错。拿笔。对，李家彤啊，然后赶紧点。翻跟直接的闽海啊，亮啊！吼，海边那边是一个吧台，可以点饮料，然后你饮料沙的可以私人沙滩，其他容易洗干。出国来这个海岛型的所在度假，时间就是其他容易的，卖想想这，就是爽的好啊。饭店的游泳池设施啊，还有海边是沙滩，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用。不菜，那我们曼谷来向导，到时候都已经下午了，然后明天一大早又要搭船去罗布岛，所以说向导就短暂停留饭店，也就困在公园里了。这吧台，海滩边的吧台也是很熟悉，户外餐厅，你看，直接还记得刷哦，才刷就是爽。到海边了、啊，看一下海边，哇，这云怎么那么雾？这应该没有夕阳可以看。其实我是来探钓的，银行被收出来讨厌掉。这边本钓没卖，这边叫做阿瓦。跌点高，跌点高，我好讲，还会以为进价开始开始涨价。哇！这两天我没钓到，我忙着钓啥呢？晚上再看看啦。其实无菜啦，我向导干那短暂问一下尔，要无我朋友帮我整理做一向导，让钓鱼的所在。但是向导实在太大了，你知道，认真要钓嘛是要靠在来水点钓啦。我干那上岸到饭店开车开半点钟，你讲你不用行去钓鱼，你钓我看，这要靠在来我那袂使。到了我们今天晚餐的餐厅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西富，西富，那就是海鲜咯。哇，还不错，海边餐厅、啊、超级舒服，很 chill， 准备吃晚餐了。哇，已经煮好了、哦。这是菜，啊，这是金目鲈酸辣汤，啊，这是啥？看无，啊，这飞机吧，不专业，不管是啥好食的，是吧？这也是按摩店啊，超多间的，超多间按摩店，不知道怎么选，都很便宜，一个小时250块而已，泰铢啦，那、啊、台币你赶快，90分钟沙发，他说小费要给多少？50吗？50，按摩额外再加50块小费，50到100，如果你觉得很棒。你也刚刚切到这里、嗯、啊，你姐啊，你也刚刚以牙料之后列让我一起拔。
现在是晚上差不多11:30，饭店的沙滩长这个样子了哈。我今日下晡不是去探一个店嘛，在里边啊，规个暗色色，有两个阿叔在里边，有两个阿叔在里边，看到我怎行一条，在里边咧要创啊，就开来坐。要坐好了，那个石头的就外面那边丢个几下看看啊。对，伊阿他们在，人家做过很多事情，我扎西古猎人超尴尬。出国旅游的比较好看看，希望等下卖家卖家我操找文件会当直接去啊，啊哪会家就差嘛，会家这凹嘞，会凹个几点我唔知。耕耘嘛，我操去搞一下嘛，这时候用5Q的，5Q的搞搞臭虫，专心青烟，我开始想安尼，准备来嘿。我先开电火啊！我头先原来想讲，先卖开摄影机，先来试着一下，因为我实在是做无把握。啊，开摄影机，若开电火，就搁惊袂加。我头先已经试着差不多半点钟啊，加卡一股烧嘛无，一直钓着水草，你有搁搞着？搁还三个无要倒来啊！在房间只舒适，困无多好，到出来在咧饲蠓，神经病嘛！哦，放弃了，干完啊啦！快钓我啦！搁只鱼夹。钓鱼啊，人就是这里啦，朴实无华且悲剧。早安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要坐车再转快艇去狗骨岛哦。张美去逛古奇邦啊，困不吧？没出塞，准备上车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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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Go good， 好多小帮手，这小帮手多到我以为要抢劫。那几天来中波奇怪，好，我们等等就准备要搭这一艘快艇。哦，看哦，2800-48倍，快艇要直接冲去狗舞岛，这一个半小时。准备出发啦！到东西哇，终于到了狗骨岛，超级漂亮的，你看这水有够清的啦，就这啦，你来看，我真的看到鱼啊，哇，进入里面切印，哇，真正赞的，这水我看到这水就被挑了，你知道吧？鱼超多的，你看一看，鱼啊一堆啦，这哪么多？ไปค่ะ มี2แบบที่เขาไปกันก็คือไปหลังอัฟเตอร์นูนทีกับไปก่อนอัฟเตอร์นูนทีก็คือ带房啦、啊，几号啊？哇，那钥匙好可爱，是哦，小木屋夹出来的，应该钓鱼的呢，钓鱼呢，他们在钓鱼。石头放在看，钓，看开了，让小波上面躲鱼看看。我们的房间这样子，这个角度我转180度喽，转过来。很凉啊、哦！你是不是不想要出去？惨啊！上面就是我们的房间，啊，一拱的电梯呀，墙也袂顶袂动，对吧？然后啊，房间躲下来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小凉亭哦。这就是我今日钓鱼啊啦！脱个鞋，我现在把我的钓具都丢在这。私人的一个钓鱼座啦齁，你看这风景实在是赞的，风景刚赞而已，水刚清而已，你看
但是有鱼无咧，唔知。来讲正经啊，伫安尼钓吼，就讲钓无鱼，嘛真舒服啦。即个下骹吼，弄珊瑚礁，我感觉应该有一挂根鱼啦。所以有根鱼的话，弄免考虑啊，臭虫取落就对啊。我真着取予恁看。即个只障碍真侪，有影。抛头需要一点点，要小心一点，卖讲技术。射出第一杆，这样杆嘛较细个，个电管两杆在抓，讲着触下没反应。呵，第一杆捞在，第二杆我着要小看个呀，闪一下，好水。哦哦，嘎嘎嘎，小鱼在啄，有鱼啊，可是应该都是很小的那种，我都吃过一种，而且好像就在前面这里而已呢。安尼我用动的得啊，头夹包先动看看。哦哦哦，一竿呢，搞我上大机，夹的是夹不着高，叼着走了，叼着走了，叼着走了，很会咬，无法捉钩，鱼也想细只。我无啥物细只钩啊，我大家想细只应该就是这种小鸡爪、啊。方法是人想出来的，尤其你伫国外，你诶物件无都扎甲足焦时阵，你现有诶物件你就甲伊变通啊。那有人鸡爪钩咧搞臭虫诶啦，那有人做些白痴代志啊。我刚刚搞一块肉落去啊，我把臭虫黏做一块肉哇，我敢若比鸡尔，那有这种钓组你来看。看，这个顶个坐咧钓就好啊。来哦，硬夹，夹袂着。钓啊！得逞了，我在泰国的第一只鱼。前面有人在划独木舟，麦克杨英雄的蓝航德。哦，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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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中鱼了。中鱼，一又是这种鱼，我是卖 U 卡，要不然你刚刚我做残忍，我现在在遛鱼，又中了，超级好中的，你知道吗？比较凶哎，钓会开是吧？一拆到底就有讯号，哦哦哦哦，强烈讯号，强烈讯号，中鱼，嘿嘿，陈敏啊，我看这家会不会看过鱼啊？去看，三叶纯鱼的饭，有特色的鱼，先要个拜。你出去哪去了呢？最近真好清，我恁看一下。迄鱼仔来叫恁看现现，你知道？好，我等下要准备食饭，我去算一下。我靠，只乌色的，咩啥？我搞它。哦，这我靠，要惊死啊！这鱼仔又要上过来，细只居多，我要求规群的冲过来。泰国这鱼仔唔捌食过臭虫，看到臭虫拢起笑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是这上好抢鱼仔啦！大只，哦，石斑，石斑。九班了，十班呢？我笑死我，你才钓这？我跟你讲，这所在好哩好哩，上来，你才去钓鱼，后边人咧纳凉，拢袂去用差。刚刚钓了一波啊，房间外面的小凉亭下面的小水域就可以钓到爆了。现在我准备去吃我们的中餐啊，泰国糕啊，来讲一下泰文哦。萨巴迪卡，汤姆公，汤姆公。这位大哥，你直接退里外卡。哦，上菜啦，上菜啦。全部都是虾子吗？还有海鲜。鸡、青菜、虾、虾、虾。嘿，是哦。虾虾大餐，吃饭啦！
我本来没什么胃口，但这个酸酸辣辣吃的整个开胃。哦，对啦，口高对水对，哦，一拍一拍一拍。